我们伤害好低哦。洗吧，露露或带一个 AP 伤的吧，但在一个 AP 伤的话，两个刺客的 AP 伤好像都很弱，也勉强来说拉克斯吧。不然好烦哦。啊，赌一把啦！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希望这个金克斯可以凯瑞我。对面是巴德，巴德好像 Q 不大到哎。摩甘娜、哦，摩甘娜也可以，其实这把摩甘娜也不错。赌输的来报道。谢谢天使超人不会飞的订阅，感谢。摩甘娜也不错啊，但露露就是信 AD， 摩甘娜就是不信 AD。但摩甘娜，老实讲，整体来说还是没露露好。我露露也可以出 AD，AP 高一点的伤害，就是我等一下看那个 AD 的发育。那个 AD 发育如果好，我就魔气；如果 AD 发育不好，我就无影那个鬼魂加张杯，对吧、啊？又有雪精灵看了真香！我操嘞，他妈直接选了一个没钻进的，我操！哇，两个没钻进的，对面死哥可能是补位。谢谢丁，谢谢董内。嗯，对面死哥可能不会。这个巴德190万分，操你的！我们十瓦你100万分，也是不简单。为什么可以打到100万分呢？100万分要多，要玩多少场啊？好硬哦！主播我零分了，你下去，章鱼哥。哇，征服者哎！征服者好用吗？强吗？哎，这边插得到这边哦。哦，可以。对对对，突然想起来。我是觉得不强了，感觉致命节奏跟瞬级步伐都比较强，甚至强攻都比这个强。点十下才开始吸，没有吧？哎，对，远程英雄点十下才开始吸，会再拿酒。他要出到飓风剑吧？飓风剑应该是可以多叠层，对不对 ？IE 飓风就可以了吧？你说因为很多技能可以丢，所以叠的比较快哦，是合理啊。如果是这样讲的话，没错。他相对于其他 AD 有更多技能可以丢，对啊。哦，你突然想吃三八臭臭锅，是不是？哦、越想吃，好的。可以啊，你帮我一样点个大肠。可是我要吃海鲜还是吃泡菜？然后一样蛋饺，很像是那个什么豆皮，蛋饺豆皮三妈臭大肠。哎呦，三妈，我们上次点三妈。
送来了吗？这么快吗？送来了吗？这是想要那个吧？文丽那边啊，随便啊，他一定想要那个啊。All in 啊！这波有点伤，给死哥拿到一个三连，被他所有的都弄到。有点贵。这波主要吉英克斯感觉往那个巴德身上走太深了，就是他在演，我不知道他在想是他真的要杀巴德，还是他在演。他如果演的话，演太多了。他如果是演的话，演太多了。他其实应该要往 AD 身上、脸上冲才对。他输出可以多打一点，因为他刚刚最后只有缴一个闪现加 Q 远程大炮而已，他输出伤害不够。我们家猪女伤害是不够的。还是其实是符文的问题。你说我下去拿是不是？好的好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当然是。好的好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当然是我下去拿。现在什么排位？赚一波五。玩的不错哎，这个猪女，各种绕，各种搞。不过这一波吉英克是没拿到助攻，但没差，他已经201了。这巴德玩跑线的，所以我等一下武术要跟一下。嗯。他刚刚第一波直接出武术了，有戏哦！这波可以打一个白木。白木流，没事。嗯，我就是想要白木一下，嘿嘿。这个血要小心一点，因为等下死个炸有点痛，他已经演月了。擦一下眼睛，扫我们家，然后把这个剪掉。回补武术，然后换扫眼。算了，算提早起飞啊！他第一件回家装是偃月，死哥很痛的，他现在很痛。
这波其实应该要跑，对，先跑。在这，这是什么？你在看什么？哦，你在看偶像剧啊？是哦，这么性感哦。而且他超帅。好看、啊，你说男生哦？操！截回，我要推这一波。嗯，职业应该排得掉，理论上他应该没这么快回来。干，完了。这玩的也太浮夸了吧！他这样子玩，巴德的、哦，上去吸经验，我要吸到六的，这样子玩巴德的、哦，一过来，然后 Q， 此刻应该不会再下，应该对，所以他应该是拿预示者交换。那我们等于拿这个龙，这个塔，巴德已经没有大绝了，所以，OK。等一下应该防下一个预示者进攻，然后我们这边先出张飞，我们加一点魔抗吧，因为这把比想象中的死得快嘛，不是死得快，那个死哥肥得快，所以这把其实有没有魔气，我觉得还好，我可以晚一点再升。不过这场我们的打野节奏是比较好的，这也大，慢慢来，慢慢来。哇，可惜，干他刚好像往前的话有机会哦，直接一直追，但虽然他没大绝了，但没关系，卡比。因为刚这波死哥是没大的，哎，靠腰。他是走这啊，不要理他。要美 Q， 可以可以可以。哎，他为什么放这边啊？蹦，差一点。
下意识冲了。我绕后面。下意识上车。该是死了。好像可以再挣扎一下，骗个大绝也可以，不错，骗个大绝。其实死哥没有那么痛哎、欸，还是我的错觉。AD 倒，别杀死哥，死哥没闪。我这边走。闪换闪，一，他有钻，他有钻，他有钻，他钻走了，他钻走了。我把这线推掉了。那我可以拿那个装备。真的烂，这个视频。大比，这里吉英克是为什么一直把他自己的大绝当作在跟全世界交流的感觉呢？早安早 CD，、真的，真的是早安早 CD。还敢皮呀、啊？为什么我插不过去？我比较烂吗？我想撸我吧！我天。蹦啊蹦！有了有了有好溜哦，这个姐，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我现在要查我自己的位置，这个是不会死的，那个。那个打野不会死，但我们的 AD 会死。里面有人，里面的人在上面。Q， 经理没跟过去。哇！
哇，为什么打起来这么舒服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这就是运气吧。这就是运气吧。我好友功能坏了。在上面的。我是香港第一帅哥。你有比林国华帅吗？一定有。要小心那个金人开战。我操嘞，这个巴德凶哎、欸！小闪。先大啊，先大又不会亏。你知道露露先大绝，他就算后面消失的时候，他就把他拉回那个就简单讲，就把他想成补血就对了。他其实跟补血一样，就先 R 没差的。对，因为你不用那个击飞效果的。我等一下去看一下 OP 点 GG 是不是征服者基因克斯好了，那蛮妙的、欸。他因为这样子有多两招技能，所以会比较强。这个符文的话是吗？那还有谁？所以理论上像伊泽瑞尔是必点，除非你要玩什么致命节奏。大东哦，对哦，大东，这个猪没玩得很好啊，老实讲。送我一个技能，谢谢，我不想动了。那个雷文也是够秀的，好兄弟，我帮你换两个了。
效，踢效。踢效了，踢效了。我、哦、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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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到是我了。出个魔抗压金好了，太危险了。可以兑换召唤酒是吗？聊天是在吵什么？我说过了，要吵架绝对可以的，付钱。我这个人最喜欢大家吵架了，付钱。场地费，场地费。OK OK OK， 康萨米达来了吗？来了吗？现在46分哎。啊，几点来？8:05。那你拿了？你拿了？